修福德多的人，相貌好，寿命长。啊，一生所做的都能如意。啊，这种有福德的人不少啊。啊，但是过去虽然修的有福德，如果没有智慧，他会被福报迷了，去享福了。享福不知道修福，那福享完了呢，我倒去了啊。啊，享福的人，他的物质受用比别人要丰盛的，最怕的杀生吃肉，啊，贫穷的人家想吃没有啊，富贵人家天天吃，这可麻烦了。那冤亲债主有多少？我们就遇到很多人得病的时候、死亡的时候，冤亲债主找来索命啊！啊，我出家有个老朋友，广化法师。没出家之前，他是军人，管财务的，啊，所以用钱方便的。在台湾那个时候，每一天吃一只鸡，好几年呢。啊，一年360条命，3年就1000多条命啊。以后虽然出家了，持戒很严啊，大家都赞叹是个好法师啊，讲经教学啊，办了个佛学院啊，请我去教书，我跟他在一起一段时期，啊，我看他拄个拐杖，腿不方便，走路不方便，问他怎么原因，在洗澡间洗澡的时候跌倒了。怎么跌倒呢？看到洗澡间里通通都是鸡啊，在这个 洗澡间里面飞也转啊，就捉他，他就东躲西藏滑倒了，跌成残废了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他说这是我的业障，重罪轻报啊！我要不是学佛的话，恐怕命都没有了。啊，一生坐轮椅。啊，他在往生之前来看过我，啊，坐在轮椅上，我看到非常可怜，流鼻涕，流口水，夜因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这出家了，不出家了，肯定堕地狱。啊，所以我劝他念佛求生净土，经上讲得很清楚。啊，这些冤亲债主，你能往生，他们都有功德。啊，你
你把念佛功德回向给他们。一只鸡一条命啊，你杀他，你吃他啊，那是没有学佛。学佛之后明白了，也放生也忏悔了，太多了啊，不是几只几十只啊，上千只啊。啊，你看在军中那几年过的那个生活，别人看到羡慕我，哪里晓得后头有这么凄惨的果报。啊，是富贵人容易遭罪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尤其现在人不相信佛法，不相信因果报应，不相信有来世，什么都敢干。问题真严重啊，不得了啊！啊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不是假话了。佛陀慈悲，苦口婆心的为我们说明六道轮回的状况啊，造业受报。我们要感恩的，要恭恭敬敬的听，要接受，统统接受啊，断恶修善。不但这些恶不能再造了，念头都不能动啊，见到一切众生或长成菩萨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无论他在哪一道，我们的都感恩，他们都在表法，把事实真相显示给我们看。我们自己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想通了，真正是断一切恶，生一切善啊，时时刻刻存着帮助别人的心，帮助众生离苦的这个念头，与佛道相应啊。如果还有怨恨人，错了啊，怨人恨人，你对他的伤害三分，自己将来承受因果报应七分。啊，别人回报，别人陷害啊，障碍都要原谅啊！啊，甚至于陷害都要原谅他。为什么？他可怜，他不了解事实真相。那我们原谅他，没有报复的念头，没有伤害他的念头，但是他造的这个业，性罪本身就有罪啊！啊，他还是要躲，这个没办法的。啊，就像章太炎先生参观炮烙的地狱，啊，小鬼带他去，到现场他看不见，他在恍然。明白了，佛经上说的，他们有这个业力，
那没有这个业力的时候，你就看不到。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地狱只有两种人见到，一个是受罪的，是他的业力变现出来的，另外一个是菩萨。他得度的缘到了，菩萨，菩萨不会舍弃，菩萨会到地狱里去度他。小根性的从地狱里头把他渡到畜生道，或者渡到人道、天道。净土善根成熟，他在地狱里头有人提醒他，他能够记得住，他能够发愿，在这个时候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能超越。地狱苦啊，菩萨没有舍弃地狱，魔鬼苦啊，畜生苦啊，诸佛菩萨应化在其中，去教化他们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看他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应该教他什么法门，就教他什么法门。所以，佛没有一定的身相，没有一定说法，没有定法可说，完全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。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自己对于佛法，特别是对于净土，要充满信心，绝不怀疑。世间人情随故，随顺就好啊，随顺让大家生欢喜心。自己有没有得利益呢？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根本就没有。不管有没有都欢喜，学着不受外头境界干扰，这个好啊！外境干扰我随缘。受不受呢？不受。不受的是那些干扰者自己没有感觉到。这是真的。信心要足，决定不能有丝毫怀疑。所以这个会所里头幕后这一句说得好，勤觉为顺。勤是勤止，离开或者不高兴的，或者是称心如意的，没有就正常的，也没有欢喜，也没有怨恨。别人送饮食来，过去李炳南老居士，我们在一起十年，老人家慈悲，一定要他做了的点心什么东西吃的东西，他一定是当他面吃完，欢喜啊，他这有毒啊。做的人不知道，并不是害老师，他真是粗心大意。老师一尝味道就晓得了，不要紧，吃了晚上马上就拿解药。他是老中医，他懂得，所以他虽然带着解药，妙极了。
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。啊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别人有供养，啊，有来对待的，有善心的，有无意的，啊，我们统统接受，统统用一个最好的心态，把它转变成勤觉为顺，这个境界好。啊，这个境界就是不受外头境界感染，啊，自己对于外面的境界平常要观空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啊，虚妄的就离开为顺了。啊，为顺是我们的感受啊。啊，为是不好的感受，顺是快乐的感受。啊，没有为顺。啊，一切正常。啊，还是把佛号抓住。啊，佛号没有间断。啊，为顺统统放下。海贤做到了，你看他是没有什么欢喜的，什么高兴的，没有，通通平等啊，见啥都欢喜，见啥都高兴啊，顺境也高兴，逆境也高兴啊，好事高兴啊，坏事也高兴，完全不受外境干扰，这功夫好啊，值得我们学习啊！慧书之说呢，正贤中道实相矣。啊，慧书，日本净宗大德著作。说得好啊，永菩萨永远住在中道，我们念佛的人中道就是阿弥陀佛，心中有阿弥陀佛就是安住在正道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一切顺利境界全都放下，都不染住就对了。下面第四运三十二相运啊，三十二种大丈夫相。那么这个说法全属到极乐世界，发现不止三十二相，就像《法华经》里面的三车的比喻一样。很有味道啊！啊，这个《法华经》上的比喻，大夫长者有三个，有几个儿子，房子里面失火了，啊，怎么样让小孩离开这个地方？他就告诉小孩，门口外面有很多你们想玩的玩具啊，有马车，有羊车，有鹿车，后这些小朋友听了之后都往外面跑出来了，跑出去之后没有羊车，没有鹿车，只有马车啊，他把马车比喻作大臣啊，鹿车比如说中车，羊车比如说小车啊，到了之后
平等，都给他们是同样的大乘，就取这个意思啊。那么真正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情形不是这样的。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完全是一乘法，成佛了。成佛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古印度的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实现。古印度认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人间很稀有的大福报啊，只有佛有，只有转轮圣王有啊，一般人不可能有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在观经上看到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阿弥陀佛现的什么身？身有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每一个随行好有八万四千光明，每一道光明里面都有诸佛菩萨在讲经教学教化众生。在这个身上看到全宇宙啊，多庄严啊！这三十二相八种随俗生，随顺你们，你们认为这是好像，佛就像好像啊。实际上到极乐世界比这个像殊胜千万倍都不止啊，这都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